大埔县交通大酒店，大埔县世纪华庭，梅州泰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敬请各位收看大埔新闻。 晚上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大埔新闻。展览厅，肖光涛先生还为学校题词。通过参观，肖光涛先生对学校近年来的发展非常满意。他认为，学校在县委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下，做了大量工作，办学校艺和教育质量稳步提高，学校面貌日新月异，良好的校风学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。据了解， 晋光中学1987年由爱国华侨慈善老人萧婉香先生一手创办，萧氏家族满门俊秀秉承庭训，大力弘扬仁爱至上的博大精神，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晋光中学办学，续写着慈善老人热心家乡教育的美丽篇章。我们要弘扬萧婉香老先生的艰苦创业的精神， 借鉴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，来弘扬我们晋光中学学风学貌的良好表现。作为晋光中学的学生，首先我们要非常感谢有了萧婉香先生给我们这么优美的环境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的学习，将来有了出息之后呢，会有更好的回报社会。